OK， 我哋下一位。哇！我哋今日咧真系咧激情四射，我哋两个湿晒咧，冇问题。man 喎，喂，我睇呢度咧都好多人考，但系咧警方又未报数俾我哋。不过我又想俾啲数字大家研究一下。嗱，有人咧就话200万上街游行啊，佢嘅游行路线咧就68000平方米。我哋今日呢度天马公园加埋后面有34000平方米。你夸唔夸啲啊，德德？姚哥，我哋系信警察嘅，我哋将个数字交俾警察，好冇？好，我哋交维护治安，系咪？如果我哋嘅社会嘅秩序唔靠警察，唔通靠？完全唔系噶嘛，系咪？好，下一 part， 我哋咧已经进入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叫做硬汉子。硬汉子，因为警队就算受到挫折唔紧要，我哋警队有光辉嘅历史，佢哋表演 music， 大家一齐，大家一齐。流汗劝，尽直胆，追寻大意义，身冲前去。只有全心知，哇！无想人世要作顶天汉子，多谢，多谢，多谢，永远支持警察，廉政执法 ，yeah！ 多谢晒，新林，你真系唱得好好啊！一阵咧。好好啊！嗰只歌系《香港是我家》，香港是我心。我哋咧而家咧嚟听一首歌先。仲有歌啊？呢首歌咧好有意义嘅。哇、wow ！因为唱呢首歌嗰位朋友自己都系一位警员。系，俾啲掌声先。系，咁你想听嘅一齐嚟咯。我想问多样嘢，后面听唔听得清楚我哋大台讲嘢？如果听得到，你挥挥手俾我睇下。挥挥手俾我睇下，听唔听得清楚啊？好，大家准备好了啊！好清楚，好清楚，再来一个歌，再来一首歌，是吗？来了吗 ？OK， music， 热心警员改编歌曲《无怨的信念》。多谢你阿 Sir， 多谢你 Madam。
全世界睇嘅，同你一谂嘅示范。最近過了那個端午節，我們早上揸著車，天氣非常之好，沒有下雨，但我的心情是很忐忑的。為什麼？我們傳統的端午節是不是跟家人吃隻粽，看下龍船，遊下龍舟水，吃個晚飯，學過35年警察的人，我可以告訴你，我是非常非常之心痛的。更加心痛的就是他们将香港一段长时间保持住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你们有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所以因为这样呢，我就有感而發，寫了一段我自己的心聲，就去支持今天這個活動，希望好今天這個這樣的集會是我相信是香港有史以來有一個這麼和平。